请辣你。耶耶耶对，我们先说一下，谢谢大家，今天结束了，谢谢大家观看《白色的冰箱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下一期再见，来，既然你们一定要点外卖了，食材可不可以给我们呢？我觉得这样子吧，我们不点晚上的吃的，我们现在这个下午，我们点一点小食，可以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，可以，好吧。第七季了，拜托了，冰箱终于出现了外卖这样的东西，外卖太好笑了，这样我请大家吃吧。好 man 啊！哎呀，这个怎么可以这么好 ，bro？ 哎呀，你们刚出道，都知道了。OK， 谢谢磊哥。哎呀，没关系。谢谢磊哥，请喝。哎 ，Yeah，Thank you。OK， 还 OK， 还 OK。外卖到了。啊，喂，你好啊。喂，你好，师傅，你外卖到了。啊，在哪儿呢？我到这个，这是什么场景？你们的外卖到了？是吗？外卖到了，拜托了，冰箱第一次出去接外卖，我要笑死了。真的是外卖到了吗？这也太荒唐了吧！快乐时刻，好吧？感谢你。哎，没有，太幸福了吧？对。这是什么呀？那我们就先吃这些吧。真的拿来了外卖。快来！大家就是填填肚子就可以啊。我们还是要把重头戏留到晚上。不是，有可能输，所以我们还是多吃点。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不要说你们没有想到，我也没有想到。第机器拜托了冰箱，吃到嘴里的第一口食物是外卖。怎么都没想到，这就是我的理想生活。说实话，一群朋友，然后在阳光明媚的地方吃碳水炸弹，多录这样的节目多好。我觉得两位出去帮我们多多做宣传啊！全世界最好录的节目叫什么？拜托了冰箱。Cheese， 朋克减肥 ，OK 的。晚上可以不用吃，晚上六七点之后不吃就好。你知道刚才我其实一开始只点了一份外卖，后来我要点第二份，就是因为我第一份里面没有点这个芝士蛋糕。这个披萨我至少参与了50%。啊！饿了，太烫了，太烫了，好浮夸。